我调了1.2毫米的去了防抖，就是怕它接触了。你看那些大功率切的还把你笑死。我上次看那3000瓦在那切，那个孔一上啪，然后直接一个坑下去了。人家留这个地方就是大坑用的，切后板，他那切的是8个的。不过那速度很快，这8个的速度很快，3000瓦。这个，我得想办法给你取出来去。我操，那地方怎么烧红了？鸡蛋后，弟弟。你先让我放水里面。拿手。拿手摸那就不想摸了那种。冬天没事就切两个大板按暖手。我操！关会儿吧。好，等会儿。还行，是吧？嗯。等着水珠。啊，把水珠弄。水珠？对，他以为是渣呢。水珠。嗯。那身上摸摸。很讲究啊，兄弟。嗯。纸，卫生纸。卫生纸。我娘哎。嗯，这，啊，这。对。